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市长发处进行一系列防台措施。画面中可以看到海巡人员拿着广播器在外木山海星游泳池进行柔性劝导。虽然台风山托儿不断增强长胖，但基隆外木山这里似乎还没受到影响，浪况没有到很大。原本有民众想来这里游泳，但还是存在一定风险。民众遭海巡人员劝阻驱离，只好当来观浪。带您听一段民众的访问。说实在话，这个根本没有什么浪、啊。对，只是说因为政府有规定就对了。对啊，知道政府。就看影响还不大，还是有零星民众想来游泳观浪。不过海巡人员不敢大意，要劝导民众远离海边。我们大概5点就来做柔性劝导。早上来的时候，就是岸基已经没有游客在戏水的情形。提醒民众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虽然目前山陀儿还没造成北部太大的影响，但避免危险还是得严加戒备。